Hello, my friend. 今天就是你买什么啦？因为啊，你看我今天喉咙有点沙哑。为什么好多人呢没有注意这个烘炉？好多人呢，当它好肮脏的，你看里面好肮脏。不是要很干净很干净，只不过如果你里面很多油啊，积住很多油啊，很用着火的，因为它里面是烧红红的。怎么教你怎么清洁呢？今天因为我要顺便清理我的炉干净给你们看。我自己顺便嘛，咁啊，然后呢，以前有一次喊我上头帮我清洁好咧，好，我做个视频给你们看。呢度直接黄得很厉害啊，其他散就很厉害噶啦。只不过我今次又做给你们看啦，我就不想等很久了啊。怎么做？怎么做？嗱，准备一个 test 啊，还有那种东西啊，一个剪刀。咁啊，然后怎么做咧？首先呢，因为每一只烘炉是不同款式的，这个烘炉呢，因为这个款式是这样的，我做给你看，可以拿出来的，所以 那种就是磁石。我顺便清理，咪拍视频给你们看咯。咁啊，你看里面的油，我已经打好好了，你看那个很黄，你看你，你照一下。很黄，其实嗰种系油嚟的，油咧令到它里面咧很有着火噶啦，你看多么肮脏的黄，上次黄到整个炉好像这样，后来我用那个测试擦，散散散，嗱我做给你看先，嗱我炉好肮脏啦，首先咧我将以前嗰块纸咧，嗱你看啲纸，啲空纸嘅纸嘛，我弄了很多保险就里面好多层啦，其实，吓我准备呢个布油。你给我拉出来，这个不要，你给我拉出来。你看，一油来的，他们的，跟那种好像烘到干了没问题，最怕它着火，一着火你就很麻烦了。咁啊，首先呢，我怎么温呢？这个准备不要了，这个准备，你唔好丢住先喎，即系个尺寸也是很重要的。以前你刚刚做的时候呢，你要怎么做下呢个磁石嚟咯？等一下我先教你啦吓。首先呢，第一个步骤啦，呢个准备不要啦。我教你怎么铲干净个炉啦。系咁，呢种呢不是系干净跟漂亮问题，因为它嘅油呢有可能影响到它着火的，因为它。黄了咗之后咧，就变为油性嘅，所以你看起来很干，其实里面系油积出来嘅，吓咁啊散啦吓，即呢度咁样散散干净啊！我看我做少少俾你看吓，做给你看啦，散一下好干净啊！咁啊，然后咧呢度也是这样。你看里面，咁样散啦。啊，刚才没打招呼 ，Hello, my friend, how are you？ 我跟你们说，即系我拍东西咧，完全没有放腿纸的，因为我的性格就是用临时的。好，因为刚才咧，我跟你说呢度咧个插梳啊。它比较，为什么我不拔出来呢？我试过刚刚拔，哎呦，很难拔。为什么？那种插梳跟别的插梳不一样，它是很高温的。咁啊，高温呢，可能里面，有一种塑胶塑容抗腐了啦，所以变成粘得很紧。所以你硬拔出来呢，可能很容易坏掉啊。所以别管它，烧掉出来温。咁啊，然后你不用管它啦，咁啊，冇拔啦，冇拔啦，开始。咁啊，为什么最近你拍视频就是将就这个，也是蛮重要。还有一个蛮重要，以前我有几个烘炉咧，给我弄坏了，我就
怎么红买里面好多吃物啦，好像垃圾吃物啦，咁我系咁大力摇，我而家都个人摇，我做给你看，沙姐，灯光咁反转嚟摇啊，哇，一差就，哦，烧掉了，整个炉，可能它的时针制跟一个时针嘅制咧，因为刚才我都系关掉了，连嗰种完全没有灯。絕曬得掟完，咁啊，然後啦，我就是猜頭啦。為什麼他有他怎麼容易燒掉啦？可能那個時間掣跟那個開關掣係連在一起的，所以當你有他的時候咧，他就可能不小心縮掉啦，我就是養快啦，所以烘爐咧，你冇有垃圾嘢後，冇搖，冇整過，咁拿住嚟搖搖搖它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甚至有垃圾我都不敢搖啦，即不敢啦，有點害怕緊啦，所以嗱有點點垃圾嘅，我知道嘅，即一點點咁就算啦，冇打你搖搖搖，嗱有點點垃圾，我剛才沒有倒出來嘅，所以變成咧呢樣事蠻重要嘅嚇，所以唔係話我們咧做什麼東西。人生的经验呢是很重要的，你们要接受一下。还有我刚才呢不会浪费时间给你看了，你刚才交流了，你看有什么效果，你看里面不需要很干净很干净，如果可以弄出那种肮脏东西，弄出那种黄黄的东西是油来的，你用了 test 铲它很硬，你觉得当它里面烧红，当你最红东西烧热了，它就会融化了，变成油的了，油会怎么样啊？着火咯。所以我清洁的炉不是爱漂亮，不是爱干净啊，我怕着火。你看我刚才我差不多，因为我红得很多嘛，你看看那张纸红的，如果你没有那个准备，你的炉你怎么抹？难道你用一两个月三个月丢一个？不是钱问题，是麻烦啦，要将个炉买回来，又要钱啦，又要时间搬回来，又要擦，哇，多么麻烦啊！所以我用那个方法 good idea， 我用了很久很久了，所以我用那个烘炉用了很多年的，就是这样告诉你。那么如果你们呢，怎么洗干净那个炉那些东西呢？很容易的。你要准备什么？准备即系看你用唔要用得到啦。如果你觉得我不需要用啊，没所谓噶。就是筷子，咁如果这东西我们一只手进不到进去咧，后果没有啦，一就企移啦，你就企移啦。咁如果你进不到一只手进去咧，也是系麻烦啊。你用梳子，今次用不到啦，即系。如果你不管不理他，如果你有心去清洁的，我们就尽量做好一点啦，一次过嘛，对不对？不要留一点东西给自己嘛，弄点布包起了筷子，包起来够好了，够好。然后呢将那个贴纸擦，尽量啦，我知道包不到很好，只不过后果没有，真的后果没有，因为你嗰只手，一只手咧整不到一个小空间，你明白吗？不是我们，因为我们有啲时候个小空间啦，系整不，因为你个烘炉系不一样嘛，所以你自己看，有啲烘炉咧呢个不可以拿出来，咁你就利用呢个咯，一只手要放不到进去啦吓，咁你用什么方法咧？就很简单吓。就连咧缩啦，因为你的手指进不到嘛，某个空隙啊嘛。咁如果裂缝啊、空隙啊，咁你的手很呆嘛，进不到嘛，咁后果没有缩，不是爱
红炉漂亮清洁不是，怕它很多油积留了之后呢，它就很容易着火的了。所以你们呢要注意一点呢，你不要以为哎呀我这么难闪怎么烟哪里修得到， No 错了。因为它将你红炉当你开着了，结果开着了，开着了肯定有火了嘛，那么里面不是融化，那么变成油咯，油那么你积很多很多时候就啪烧掉了。所以你也是蛮注重的，因为不是买一个红炉不是贵问题，而是如果你用两三个月温你都头痛啊，对不对，温来温去啊，买个回来啊，奔来奔去。所以我这个红炉就用得很好几年，所以很重要的东西呢，几年来我都是用我这个方法，真是很好尝试告诉你们要怎么保护你的炉，怎么用你的炉，怎么不可以，已经就是很清楚了。希望你用一个炉用得很开心啦，不要觉得麻烦。为什么我看到那人呢丢出那炉呢，哇黄到啊，以前我都是这样的，就是我觉得不行的，要万一有人嘣咁着火怎么办啊？所以我就注重这个问题。我都有，我以前都试过有一次呢，我已经清洁了很多了。今次呢，因为我顺便呢换一张纸呢顺便做给你们看了，连这样子都散干净给你们看了哈。咁怎么去弄完那个纸呢？首先呢，如果你有胶的呢，第一张这张没有。咁如果下边贴一张的呢，没关系，上面这边这张留起来，增加它的这张我已经红得很油了，我也打算不要了，因为有很多个月两张都很油了，所以我就打算怎么做了，我已经做了先铺给你们看，比较快一点了，不要阻慢你们的时间了。咁怎么做呢？首先呢，你用一卷胶用一卷阿鲁米，咁有个尺也好，没有尺也好，没所谓，你方便自己就好了。咁然后你怎么做那个东西我就包两层至三块叠住一次，两块至三块叠住一次。咁怎么做呢？咁如果你用原装嘅没关系，上次做了你度它的位置就很轻松了，完全不需要这个。第一次就麻烦一点，第二次就完全用肮脏的好像这种肮脏的，我利用这种肮脏的我利用给你看先，用什么度它度它的位置呢，完完全全不需要这个，不需要完全不需要，用这个度好两块这么搞定。咁如果你第一次呢，你要怎么做呢？其实很简单，你没有看过这个，哎呦很恐怖，哪里可以做得到？没关系，我教你怎么做呢，准备把钱。咁如果一公尺纸呢，一般来说呢是这样，如果譬如说你要嗰个里面要放多长呢，其实很简单的，最那个炉嘅笨个炉嘅一笨就 OK 的啦。因为有把尺就比较容易啦。我已经读了一下，我的炉里面有多大的，那么大概就这样了，很纯的。我就有一个 很直接的方法，这个炉这块纸就在这边，那么打斜了，把这个炉打阔了，那么就可以的了。我就打开这个炉这样的 OK，不需要这么强，不需要，因为不是很需要很标准的，所以那种东西很松松的，你不需要哎呀我要多长，不要不要，只不过一把尺呢就方便你怎么design 你的形状出来的，不需要很准的，因为那种东西很浮动的，不需要很死板板的，多长也可以，多阔也可以哈。所以因为你看我做这种东西很浪费时间，所以我不敢做给你看怎么拆怎么拆也是很麻烦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做好先，这里割好先，两层就够了，不需要三层了，有两层来到这里，这里
那么我鱼多一点点啦，打算覆过来啦。我不可以改，一改呢，它撕裂啊！我怕它裂开全功尽废啊，浪费我张写字啊！我剪啊！以前我做过的那个红油怎么包，只不过上次很简单，今次呢是浪费一点时间，可以教你们不看到它怎么包啊，哎哟怎么肮脏怎么洗啊，有点害怕，完全不怕，你没有第一次哪里有第二次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这个一块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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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好了， OK， 一块钱一块钱。然后呢，因为你的烘炉不一样的，所以你不要以为啊一个方法用全部烘炉不行不行，你因为每一个烘炉是不一样的 design， 每一个烘炉是不同的款式的，所以你要知道我不可以，只不过很简短告诉你跟刚才一模一样。那么如果你大小呢，你首先第一次做的时候呢你最里面大概啦啊，咁啊，折一个痕，因为写字比较系容易解决问题。啊，折一个痕，啊，折一个痕，啊，我不想，因为我已经有胶噶啦，所以我唔浪费时间啦。咁啊，嗱，写字咧系以前上次撩出来好干净，因为是两三块啊，像边边嗰烂多两啊，照它个 sample 就 OK 啦，不需要自己用尺啦度它，很麻烦嘛。就是这样，你不要以为啊，这样如果你不做后来，你的烘炉呢，两三个月咋，没有三个月的，我一个啊，两个月这么安静，就是这样了，这个扑过来，然后照这个位置扑过来，这样这个拿出来先，这个我要，因为我沙子肮脏的时候，唔好直接又温又温，增强它的厚度。咁啊，呢个第一张先。咁样铺上去呢，其实你说难一点都不难。你睇我又很小心噶。呢样你要唔要学我？冇所谓，不需要，不需要。最重要你自己方便，你自己就 OK 啦吓。呢个因为我个烘炉呢个有啲烘炉不可以放什么壶嘅，我呢个烘炉可以，所以我就因为很方便，有呢种放多就冇放，我觉得好方便。呢块很烟嘅，我自己用一种出物啊出东西一种东西个盘子剪出来的，很烟的，烟一点点啦吓，呢只比较软的，我要怎么做呢？我首先呢贴那块先这块新的，我要贴块胶的放在上面，这块胶我觉得是胶的。那么我准备了三块，有些烘炉不允许的，没关系，你要尊重你的烘炉，不要牵着我，牵着我是没有用的啦。我服了啦，没关系，我可以我已服了，你看你看我做呢，你觉得很麻烦，没所谓啦，过两个时分啦，对不对？你觉得麻烦的，你两三个月分你买一个烘炉咯，真的很简单的。OK， 有把铁就比较方便啦。多准啦，一个趣味啦。咁我怎么收进去呢？其实很简单的，这个呢，这个烘炉就有一样好处呢，可以这个屏幕上打开的，我将它套上去，每个烘炉不一样的，所以你看到我的方法呢，其实呢，运用到这个方法呢，你就知道我要怎么包得好啊，真的，因为方法呢，就是这个你捉到这个巧妙呢，你就可以怎么包你的烘炉的了巧妙来说呢，是自己控制的嘛因为人的样子都不一样啦，有些丑陋啦，有些美美啦有些矮啦，有些高啦，也是一样的嘛，对不对那么这个呢，我呢就放在二块，因为我很怕它肮脏的油容易清洁嘛，
所以我做东西很小心的，也是很讨厌话，哎呀，这么多东西啊，很麻烦啊。对啊，唔得，我种野菜也是很麻烦啊。对啊，因为我种新加坡的野菜，我家里没有人吃，只有叶吃，没办法咯。啊，所以有些时候呢，为什么人家说好像名牌就行，哇，很贵啊，为什么它贵啊？我不用多说啦，有它的原因的嘛，好用耐用，就是名牌的贵的东西的原因啦。 OK， 那这张我以前我用过来的，有点点肮脏，我涂这个容器，有些不可以容器的，那我准备涂第三层上去，这个准备涂第三层上去，因为我那个容器有些没有这么厚的炉，不容器这个比较好一点点，所以有些时候不做你不相信啊，因为这个很重要的，你不要说闷了，看到你这样做很闷了，不闷啊，如果你不会看到的头痛，哎，我怎么放进去啊，怎么放进去啊，真的这样我没有得偷工减料的，要做清楚给你们看的，这个刚刚好了啦，因为我做惯了了，这个头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哎哟麻烦了，看到都怕怕，你现在我做惯了了，嗯，我已经做了好多年了，按照我自己就包起来，为什么以前没有做给你看，以前我都没有注意将那些肮脏散出来，后来我看到外面人家掉出个炉呢，黄黄的，有试过看到整个炉烧起了，走火了，哇，我有一种害怕感觉了，那就是这样啦，用我的手，不要杀它，不要撞你，有时间你可以做点咩，弄好一点，你有时间，我没有时间，等一下你又骂我，好慢啊。一点都不慢了，对我来说最重要清楚啊，这个叫磁铁，这个磁铁，那磁铁怎么好呀，就是定住那个位置，定住了，咁就磁铁来的，定住它就不会跑位置啦，两块就可以了，多么完美啊，这里面拿一个小布一只手指那放下去，那放下去用个手指这里面推平来，推平来为什么我没有包上来啊？不可以，你包上来呢，它掉下来的磁铁也是两个都在生锈，很麻烦，所以我索性弄一半，这里我们用的铁丝擦散干净就 OK 了嘛。你看，就是这样了哈，主要呢，这个烘炉呢，为什么我今次用这个东西呢？因为不是烘炉，要不要干净啊、美美？不是，我要它唔好啊，好像那个烧得黄黄，唔好给它油。当你烘的时候，那啲有黄黄的东西是油嚟嘅，只不过它干了，当它融了，掺了一点点油，它就容易着火噶啦。这个是烘炉啊，不是一个水壶啊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第一注意那个插梳吧，如果它觉得很硬的，不用管它。第二呢，那个炉不可以摇它，也是很重要的。OK， 拜拜。